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异端审判》。上一集我们把农场地区的碎片都定位出来，最近的《暗龙纪元》更新速度有点慢，因为有点忙。好，换了那颗，然后接下来又要换全境封锁。哦，滑下来了！这个牛我来打一下好了，慢慢收集一点素材。快灭团了！这牛我印象都没有很强啊。算了，我逃跑好了。那我走，不用这个突进器。哎，怎么只能冲这么一小段？我记得电脑可以冲很远啊。哎呦，可以换安全。哦，这剑士的技能基本上先开要按住，这样还冲蛮远的。休息一下。Nothing to report, sir. 嗯，我先把碎片拿一拿好了。走路去太慢了，我来叫个马。有个箱子，又是骗人的，又不能开。
所以跳不上去，好吧？这样呢？呜呼！跳动的马。等等，别滑下去！差一点就滑下去，不知道骑的马如果从高处摔落会怎么样。剩下的应该是在，那个火龙那边吧。那接下来我要去哪里好嘞？这边好，农地的安全。这条路我也还没走过，顺便探索一下。敌人，来吧！有火拉怪好像不太对。哦，我好像跑到敌阵中间了。他们还站在上面，是不是？我们等他下去了。我这边敌人都不强，背包满了。那我整理一下吧。帮索拉斯换一把新武器，然后。帮卡珊德拉换一个这个防具，这看起来好像很强哎，还名品。
What's so confusing about endless darkspawn? A great deal. Although that is a different matter. Dwarves control the flow of Lyrium. They could tighten their grip on it. It's hard to get the attention of the humans when the darkspawn aren't up here messing with their stuff. You're active in the Carter? You know your people could tug the purse strings. You could claim sovereign land on the surface, or demand help restoring the Dwarven Kingdom, but you don't. You're not saying anything I haven't said myself, Jackals. Orzammar is what it is. 哎呀，那个矮人的王国，他们好像很瞧不起来到地面上矮人，所以没有办法吧。 嗯，看起来不会不小心卖掉那个收集用来研究的东西，因为研究的东西也是放在贵重品，像我之前有点担心。 现在我就懒得翻了，每次回来都一样。 好安静哦！之前这里还在那边打来打去，吵吵闹闹的。 走到路口绕了一整圈。 嗯，这样就可以执行建造监视塔。剩下最后大概就是这个带牛回家任务，还有。 对，那个洞窟，我先去那个洞窟。洞窟是我解开这里三个那个星座所找到的，希望有不错的武器。
面不是那个吗？魔法师的地盘。这里那时候有那种神奇的感觉，原来是这样子，解开星座就可以开。哇！远古的宝藏究竟是什么呢？这里还真不错啊！蛇剑、短剑，哎呀，短剑的话，来看一下啊，短剑的话应该就没有办法用了。对啊，盗贼的。我们没有完全见得到贼。哇，直说直说，这次真的还蛮少见的。我看这个地图大概就这么一只而已吧。你在哪里呀、啊？牛牛，怎么还有很奇怪的石头？哎，不对，那个应该就是牛哎、欸。牛像啊，找到你了，牛！那牛像不要太丑了吧？对吧？实际上还有比较可爱一点。所以他就会跟着我走就对了。那就走吧。动作有点慢，这种弓箭手，哦，打。
应该可以不用经过裂口吧？我从这边绕过去的话，你有办法过来吗？ 可以。哦，你要跟上。 About you, Chuckles. Your boundless optimism. It's comforting that whatever qualities I lack, you'll invent for me, Varric. No, really. Why else would an elven apostate help crazy chantry folk close a hole in the sky? When you put it like that, I must concede your point. I don't know. 牛真的是，走快点啊！ 都快到家了，还在那边。 I appreciate you finding her, and I'll see to it that this never happens again. Thank you again. 再来，好像就剩下这里了。 这两个是解不了的。 然后这边是裂口，还有巨大的熊爪。我再去看一下那个门可不可以开了，说不定我解开了一些东西，只是我没发现。 还是不行，好吧，那就去解决狼的问题。 问题都被我解决了，感觉
这里实在不太像是一个战乱的地方，变得好安静，好和平的感觉。我再打一次看看好了，说不定我稍微有所提升。掉你！嗯，太痛了。好像可以哦。第二阶段才是真正的困难。过去清夜口，卡顿德拉撑住啊！啊，太要失败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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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吧，这个裂口还是要做。等级到了再挑战。两个敌人啊，打一下。来啊来啊来啊，打不动我，烧死你们。卡珊德拉为了攻击我攻击的敌人，好像超喜欢冲刺。大部分的那个 AI 他没有办法像之前给我做调整，我不需要他那么优先帮我，我希望他优先帮队伍里面所有人，不需要我比其他队友还要重要的人。不然我换目标打一些没有来注意我的时候，他就冲过去，那原本的就没有人拉了。好了，那应该就是那个村子里面封狼的 地方了。跳来跳去的，随便炸，这时候点就比较有用。我们这集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一期再见，拜拜。